二哥，大家好，我是二哥。我有玩具。小人物。哎呀呀！这个香，这个香。嗯。放点那个酱油，放点那个那个蚝油。啊，关火，关火，是大火还是小火？可以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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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吃，辉哥？味道不错吧？来到公司你不要说话啊！阿勇，老婆你说好一点。啊？不要走，如果你来到这里，你不要说话，只顾着吃就可以了。他人吃的最多的。走吧，手不要抖哦。对啊，你看这抖啊，你看今天这个抖哦，这个果园鸭配上柴火烧出来，再配上炒饭啥的，是不？你不用试都很美味了。大厨，现在要不要大火还是中火？不用，不用了是吧？那你在砍鸡？鸡鸭、狗肉，我不吃狗肉。吃鸡鸭，全是煮货，煮鸡煮鸭，嗯，很香。这个炒出来很香，差点就过了。哎呦！我天！你们在吃什么东西？打开。他直接用手。海饭。酒肉穿肠度吗？佛祖在心中。我只是通过。这样不行的哦。就说十种啊。三种，三种，三种。你很快，我刚刚接受的。我叫你不一样嘞。嗯，辉哥吃狗肉吗？我。啊，有点哦，那有的那点少，加点嘛。我打动你了，喵我。我被失踪了啦！我全部失踪了。这疯子，他想干嘛？我们是用腰果来炒。是这样。他也是用油炸过，然后就用腰果来炒。好香的果肉酱。将来当中那过来，咱们听，背背，那个背，你背啦。真的。他们不到了，不会盖棺了，背不干的话，厉害个，送的棺身都给倒了。我帮你打一个棺。太香了，好香！哎，哎呀，谢谢妈的，阿伟，阿伟 ，Thank you。太到了，你给我来一个吧。啊，是的。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哇，这个肉好脆，这个土鸡肉，好香，真的很香。没有了，换吃。你干嘛呢？去哪里？怎么样？干了。哦。干嘛？哎呦，这么大口啊！那么大口啊！出服输了，走了走了。
这个太硬了，这个不容易咬我手。哎呀，那个是的手呀。吃饱了，喝足了，吃不退了，要了呗。小孩子要洗澡，蛋蛋要喂鸭。又是大黑碗的，来，又打扰了。他正勾兑来吃的，懂歪歪的。我们现在回去赶路，然后。有空要多来这里走走、啊、先这样先了，吃好吃好喝的，农村也就这样子了，吃的都是土货。走了，小妈妈一口。哎，掉了。掉了。那车怎么全在这里了？小孩都拿出来了。不是叫你拿的吗？那小妈妈一口。有没有？跟他们拜拜去。拜拜。走。回家回家。拜拜。